两个撇要有长短变化，竖画用垂漏竖。横，第一个横要短，竖画在横画中间。下面这个横要比第一横要长，起比较轻，收比较重。三个横画长短要有变化，间距基本相等，竖钩要垂直。走上去，点尽量往上面靠，上紧下松，高低要错位，注意上边也是要有错位的。累，先写田。上面的田应该是上宽下窄到梯形，两边的竖往中间写，中间竖要垂直。横笔等距，竖笔等距，两个撇折要有大小变化。第一个撇折分成两笔竖写，不要写大；第二个撇折要写的稍微大点，由方向往上面去点，竖钩对准上面的竖画，然后短小一点，两点尽量往上面靠。这样子写的话，写的紧促。鱼，手点居中。横钩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注意。横着勾，横要稍微细一点。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勾上去。竖画要垂直，蹲一下，提上去，点。横笔间距基本相等。这两个竖的话有粗细对比，高低错位。这个横要细，这个竖要粗，向左下方斜行笔。这部分空间小，右边空间大一点。